哎呦，哇！来，这是我们的红烧豆腐，哎，味道鲜美，营养丰富。这个是我们的鸡汁油豆腐，口感细腻松软，吃起来特别的好吃，好嫩好软，好舒服的。这个是我们的卤豆干，采用我们的独门配方配制的，男女老少都爱吃。这是我们的梅豆腐，这个是香辣的，红油的，茶油的，这个特辣的。这个白馒头蘸豆腐乳，哇哦！好，能可以尝了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哎，已经出烟雨了啊，来。别急别急，多吃几块，多吃几块。哎，魏晨，油豆腐。油豆腐，这个是我们的油豆腐，口感细腻松软，吃起来特别的好吃，好嫩好软，好不好吃啊？好吃，这个好吃，这个好吃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那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吃。要是觉得好吃，就多到我们白沙来，只要到白沙街上一说豆腐鸡翅，哪个都知道。哦、啊，叮叮叮！梅女士啊，你也来试试啊！相信他是西施了。你看他会那个招我，对，对，西施得是这样嘛，对对对。想不想吃啊？想吃的话就都到我们白沙来找豆腐西施。特别的好啊！话不多说了，我们真的是吃人家嘴软吧？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一下我们的廖姐，带来这么好吃的东西。哎哎，爷爷，